此遇见新自己，幸福新世界，看见台湾玉山新光。人生同声合唱团成立以来，我们大部分都唱宗教歌曲，也都唱一些比较积极向上正面的歌曲，我们几乎没有唱过很多比较别离的歌曲。去年午夜，在别人的建议下，我们练唱了一首歌，取名叫《送别》。练了一个月以后，就发生祈祷空难的事件，给我们很大的打击。我常在想，如果我们不唱这首歌，会不会不会发生这件事情？所以去年的六月，在台南的圣教会，那天的音乐会当中，是齐柏林导演发生空难的时刻。虽然这首歌我们还不成熟，但是我们在那个音乐会里面，我临时把这首歌当成我们的安可曲来送我们亲爱的齐柏林导演。唱完之后，我告诉自己，这首歌我不再练习，但是为了今天晚上的音乐会，我重新在一个月前再把这首歌找回来，为的是在今天晚上的音乐会。寒假的时候，我带着这群小孩到台北去进录音室录音，我们也把我们这张专辑命名为《为你而唱》，我们也把送别这首歌纳入我们这次录音的其中一首歌。那么当我们的同学前面部分 solo 一段的时候，只要声一出来，我就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情绪，一直掉眼泪，还有这位同学不断的反复在唱这首歌，光是第一段 solo 部分至少唱15遍以上，都是因为我在旁边，只要开口唱，只要他开口唱，我就开始掉泪，只要开口唱，我就掉泪，影响他演唱的整个情绪。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法会音乐会上，我想我们再一次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最敬爱的齐柏林导演，送给
再见了。